又喷，像个小孩，此刻心跳你明不明白？迷了节拍，呜呜，你走了过来，太好看，连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，呜呜，为你我拼命耍帅，为你我不再等待。为你抛弃任何事情，只求你爱。For you。不是，这不是我想要的样子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只要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如果我不想，我也不会给你机会。吃烤墨鱼啦！别睡了，美座，风美座，别睡了啊！你在干嘛？吃烤墨鱼？你这个变态！耶、yeah, ，吃烤墨鱼啦！有没有人要吃烤墨鱼的？无敌好吃！西门，西门，你在干嘛？嘿，西门，西门，你有病吧？我刚睡着。你给我吃什么烤墨鱼？哎，吃烤墨鱼了，大家都别睡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哎，起来了，呜呼！喂，进，要不要吃烤墨鱼啊？起来了，别睡了。哎，要这个？这个吗？谢谢，没事，走。谢谢啊，你好帅啊！珍菜，你要不要吃烤墨鱼？不用了，我喝饮料吧。哦，谢谢。嗯。来，这给你。好的，谢谢。杨飞，喂，哎，快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就是塑料垃圾桶吗？我说这个塑料桶里面是什么？这不会是墨鱼吧？错，是我亲自钓的墨鱼。阿紫，你该不会一整个晚上都在钓墨鱼吧？对啊，超级好玩。哎，以后不要跟他出来玩了，好不好？身材。你在喝什么？这个，你今天都看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只是去还礼服。不是故意的。
你应该很讨厌我吧？我知道，我是一个很麻烦的女生，既难应付，又只考虑到自己。但是对我来说，你是很重要的。很重要的朋友。我如果讨厌你，我还会三番两次的救你吗？实话，你跟他要冷战多久啊？错，按照阿四的逻辑，以后不许跟他说话，指的是累不许跟阿四说话。但是阿四呢，还是可以跟累说话。你们少废话，要去的话，我自己会去。没事，我今天啊想尝试一下不搭配的乐趣。哦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你用餐。好，好，我走了。早啊，庆恒。对了，上次度假谢谢你啊。啊，小事小事。哎，在三亚的最后一晚，我现在想想还挺激动的呢。三亚的那个晚上吗？吴二姑，三舅四婶，听说我用墨鱼征服了 F4，别提有多骄傲了。啊啊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。是啊，哎，那晚你没看到，我烤的墨鱼啊，让他们一个个口水流到这里，肠子爽到那里。F4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，哇！哎，哥们早啊！哎，上次你看见没有？他们是真把我当兄弟了呀！之前理都不理我，现在居然打我的头，这真是亲兄弟才有的举动呢！大家先把上周布置的作业交上来吧，都往右边传，班长收银。还当着你的面跟道明寺抛媚眼，这次竟然还公开强吻他了。这个山菜，他喜欢谁想追谁我管不着，但是他一边靠近花泽类又一边勾引道明寺，他到底想干嘛？就是想出风头，想疯了吧。要是知道 F4 他们去三亚，我们也去了。哎，李真，你跟山菜不是好朋友吗？他为什么没带你去啊？
教授好。教授好。你好。这个董山菜真的越来越过分了。这个视频在刘军闹直播上疯传，他居然真的公开抢我道明寺。就是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真是。啊？我球鞋呢？啊？哟，山菜，早啊。我的鞋啊！哎，这是你的鞋啊？我说怎么穿起来有点紧呀、啊？道明寺，你是不是心理变态？这么大的人了还玩这种把戏，真替你感到丢脸。喂，喂！看，有没有看到他刚刚那个表情啊？气得脸都白了。所以你大早把我们叫醒了，就是为了看这个？对啊，我可是昨晚一夜没睡，想出来虐他的这个办法。看来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，为什么会有你这么幼稚的朋友？别急，这只是我炒菜计划的第一步。哦，还有计划？没错。我的计划就是先勾引他上钩，再玩弄一番，最后狠狠地把他抛弃，让他以泪洗面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怎么我看会是你先爱上他呢？开什么玩笑，我怎么会喜欢那么 low 的女人。哎，又去哪儿？喂喂，帮我把鞋拿过来。你画的应该是静学姐吧？你看得出来，像吗？像。你确定？从小我就没什么美术天分。能被你这么认真画的人，应该只有静学姐了吧？说的也是。你头上有粉笔灰。哪里？那里啊。哪里啊？我可以。可以。我想你想到快疯了，再没有人像你懂我，别让温柔变得残忍，牵着我的手从头来过。好了，谢谢。这样就好，现在对我来说，跟花泽类在天台的时光，也许是我在这学校唯一感到轻松和平静的时刻了吧。你看这家伙，今天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。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，喜欢一个人，一定要看他的 QQ 空间。阿四这次啊，肯定是沦陷了。道明寺学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营养系一年级的李星慧，我很欣赏你。
有事吗？我们班上的董山菜同学一直对你不礼貌，我们有他的视频要给你看，希望他以后不要再生事了。给我看。不行，这是给道明寺学长看的。给我。这有什么吗？是啊，不过就是山菜摸了摸花泽类的头而已。他们两个人在天台偷偷见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呢。虽然花泽类学长喜欢的是静学姐，但是董山菜好像对他也挺有意思的。给我闭嘴！那天明明亲了学长你，这次又对花泽类学长献殷勤。我叫你闭嘴，听不懂吗？学长，其实心扉是好意提醒你，董山菜他这人确实不简单，你要小心点。滚开！哎，山菜，啊，静学姐的生日舞会，你想好穿什么吗？没有啊，不过我妈知道了以后说要帮我准备，你呢？我早就准备好了一套特别拉风的装备，你们就等着我迷晕全场吧。嗯。李真，静学姐周末有生日舞会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可是静学姐没有邀请我。没关系了，静学姐说了，我可以带朋友一起去，青龙小优都会去哦。反正大家都是高中同学，一起去嘛。对啊，说不定在舞会上你还能看到明星呢。那好吧。哎，我笔记本呢？我放天台上了，我去找一下啊。这样就可以买礼服，去参加静学姐的生日舞会了。道明寺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不准走。你想干嘛？董三菜，你敢耍我？你在说什么？谁耍你了？喂！你这个坏女人，你为什么这么过分啊？哎这人，别这样。
这才回来了，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了啊！我不想吃，我不饿。怎么不饿啊？你减肥啊？没有。我看看，这怎么有血啊？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告诉老爸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老子找他算账去！我就是摔了一跤。你这哪像摔了一跤啊？你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没受委屈。你还说没有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女儿从小就长了一张苦瓜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会别说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真的很累，我要回房间休息了。那歇会儿，一会儿出来吃饭啊。我觉得静这次回来是为了你哦。
是吗？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告白？我在想。阿四，你手怎么受伤了？不会是打了山菜，还是打了墙？我去上课了。看来两个都打了。磊，你和山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什么？道明寺干嘛突然这么对你啊？你上次不还和我说你们去三亚一起吃烧烤了吗？我也被他搞糊涂了。明明是他偷穿我运动鞋，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。结果他一转眼就像个变态杀人犯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都能想到他那个恐怖的眼神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这两天每天很早就进教室，一放学就跑回家，我生怕碰到他了。那等一下静学姐的生日宴会你碰到道明寺了怎么办？我现在也在烦恼这个事情呢。没事的，宴会那么多人，你碰到就假装没看见就好啦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山菜，你最近开始化妆了？水密码水 CC。哦，这是上次在三亚静学姐推荐给我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用的。这个好像很火哎，我看看。你用完皮肤变得好好啊，好水润，待会儿借我也试试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山菜，上次看到那个很帅的西门，他会来吗？蒋小优。哇，清河，你的车也太拉风了吧！怎么样，高大上吧？我爸爸说啊，像这种场合，肯定要出动我的清河二号才行。那清河一号呢？一号就是我本人啊。我这样穿会不会很奇怪？不会，很好看啊。哇，好漂亮。小姐，使用信用卡可以分期付款，分十二期的话每个月只需要还几百块钱。小姐，你怎么结账？请问可以用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的 APP 吗？哦，当然可以。帅哥美女啊，而且他们穿得好正式啊，我们这样穿可以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最起码我是帅的。哎，那个是周冬雨吗？好漂亮啊。冷静点小优，我爸跟我说这种场合见到名人或者明星都要装作没看到的样子。我觉得还是先吃点东西比较实际。这个，哎，是西门哎，哦，好帅！那他身边两个谁是道明寺啊？
告您。哦，看到那个菠萝头没有？他就是道明寺。我跟你讲，他之前有一次跟我比赛钓墨鱼，还输得特别惨，比我那个还小。哪个？就手指头啊。山菜，今天打扮的还蛮小家碧玉的。嗯，挺可爱的。欢迎欢迎欢迎，请出示一下邀请函。邀请函在我朋友身上，他在里面，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先进去？对不起，没有邀请函一概不准进入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让一下。艾丽小姐您好，今天真好看，来看一下。请进请进。韩先生您好。来先生，看一下邀请函。王先生您好。哎呦，王小姐，你今天真漂亮，好久不见了，来，请进啊。请进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什么情况？我这可是名贵的媳妇，被你弄成这样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，没关系。我看啊，不如你帮我把它擦干净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擦。不过你这西装又不吸水，料子也不怎么样，要不就算了。帽子小屁孩，有你什么事？怎么又死机了？小优呢？好，谢谢。我是明德的学生，也是静学姐的学妹，我同学已经在里面了，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先进去？小姐，不要为难我们，要不然你拿出邀请函了，要不然就请里面的人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不要妨碍我们工作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先生，看一下邀请函。哎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哎呦，李小姐今天真好看啊！来，请进。哎，赵小姐您好，来看一下。啊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李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
事吧，南沙妹。谢谢你啊，原来你还记得我。这么可爱的女生，我怎么会不记得？一会儿有空吗？啊？其实我对茶类还挺有研究的，要不等会儿我们俩。你想干什么？这大庭广众的，我能干什么？别跟他说了，跟这种人说话会怀孕的。喂，我这方面很注意的好吗？别理他。可是我觉得他挺帅的啊，声音也好好听，看起来比大梅子脾气好多了。想想又你有没有出息？手机呢？借我给李春打个电话，我手机又死机了。真，你到哪儿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手机刚……我刚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说，我家临时有事就不过去了。啊？不来了？嗯。你们好好玩。学长，我有事找你们。什么事啊？没事。哎，山菜，他干嘛？谁知道？道明寺刚刚教我怎么追喜欢的女生哎。怎么追啊？一会儿告诉你。记忆，就算能复制情感。